哎，希望这些媒体先生小姐们哈，多给我们帮帮忙，介绍介绍台湾啊，真的是有很多好玩的游乐区，不但是这样，还有很舒适的度假村，让所有国内外的朋友大家知道一下。谢谢谢谢，还有机会的话，因为我站在这里，牌子在前面，香格里拉，香格里拉也是个好地方哈、哦，多多给我介绍。是，还有一个，哎呦，对了对了，刚刚进场还在那边讲说，哎，八大要找我去，哎，还有我们的八大神演乐园啊，谢谢了。谢谢雷大哥，谢谢。那我们请我们艺人朋友们先到我们后台稍微休息，也谢谢我们的爱晨，谢谢王通，谢谢。哇，我们八大很美丽，香格里拉非常好玩，这么多艺人朋友要欢迎大家共同莅临现场哦。那这边我们也很高兴，六福村主题乐园我们的庄秀石总裁也莅临现场，我们请庄总裁跟我们挥个手好吗？欢迎我们的庄总裁。总裁您好啊，谢谢。还有我们尖山皮江南度假村总经理陈君坤，陈总经理，欢迎陈总经理，谢谢。今天非常开心，我们有这么多艺人朋友来到现场，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艺人朋友们稍微往后面移动一点，我们来到舞台上方好不好？谢谢，非常欢迎我们美丽的王彤，还有我们的爱晨白嘉琪，当然还有我们最敬爱的雷洪大哥。